不管是什么国家的外国人，他如果在这里是困难的时候呢，那我心里也是不舒服的。因为是为什么他困难？因为他也有家庭的，他如果被关起来抓起来了，那他一点那个竞争都没有。所以呢，如果前面开始我们帮助他们，教他们怎么做，明白？那我们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非常的感谢超屯派出所，还有我们这边是那个我们那个老哥那个我们那个领导老弟啊啊，他我认识他零七年到现在，他一直帮助我，我跟他学习那个法律上的很多事情的，真的。我们比如说做事情呢，我们那个工作就是那个我们不是做外贸生意吗？外贸生意的时候也是很多合同怎么学习，跟中国人怎么订货的时候是要转哪些事情呢？我跟他学习也很多，所以呢，一边是他帮助我，一边是我们帮助他，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所以呢，我特别的开心，义乌欢迎所有的外国人。义乌欢迎我们，非常感谢义乌政府，非常感谢义乌，谢谢。啊，那就问一下，你会几门语言？啊，你会几门语言？英文、中文、巴西语、印度语、阿拉伯语，会一点，就是那个西班牙语。这是热门语言。就是一个语。好，是的，好了。